首先我们找一下这个锁钩的一个位置，这个面还这里是平齐的，是装好的时候，然后锁钩进出的一个位置就是在锁体的一个厚度加上一个支架的厚度，再加上这里有个间隙，3毫米加16毫米、29毫米，然后我们再。 通过这个锁钩进出一个深度，把卡尺调到29毫米，在这个位置画一条线。 可以比一下吗？是我这个锁放到锁的里面，锁到底的时候差不多是这个地方平齐，说明它位置是基本上是 OK 的。首先我们量一下这个侧开始了没有？嗯。那侧面这个深度就是。 2毫米左右，定位。我们可以拿支架来给它，是一个大概一个深度，这里。 可以找到这个4个点，这里就是锁的4个安装孔的位置一个点，开始呗。对。然后我们转过线孔。 看着拧着就好了。 这支架又不在我的这个框里面了。对呀。<笑>